球打得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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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得
右投手投的变速球掉下来会有一点点往右打者内角走哦。那虽然你打得很扎实哦，生涯的首轰在这个时候诞生呐、啊！哦，获得学长们热烈的欢迎，还有八投、嗯。但主审都没有给，来看一下林佩伟回到之后呢，撞到，太高了，太开心了啦！